抱歉，让你久等了，先上车，其他事一会儿再说。
特殊灾害队。没错，逆商是只属于天命教会的秘密组织。父亲。对啊，你知道你父亲是干什么的吗？他在从事保护人类的委教官是这么告诉我的。但你对这份伟大的工作似乎……你现在要带我去见父亲对吧？是啊，没错。他是找我有什么事吗？也是啊，没事的话。这样啊，你和你父亲的关系不好，跟我一样呢。哎，嘘，这个声音应该是从外面进来的。如果是受刚刚伊甸之星发动的影响吗？不知通往地下的升降装置还能不能正常运作？那我们还要继续往下走吗？总之，先去控制室确认一下设施的受损状况吧。供电系统瘫痪了大半吗？那现在怎么办？我记得在升降装置的附近都会配备有备用电源。牙医，你在极东那边有遭遇过真正的崩坏兽吗？在学校记忆战场的模拟训练里倒是经……那看来至少有能够自保的能力。小心点，进入这个设施的崩坏兽应该不止一只。说什么就来什么吗？已经深入到这种地方了吗？这群崩坏兽，我们两个人能干得掉他们吗？这点小事那不是当然的吗？锁地带的隔离电网吗？看起来应该可以手动重启。救回了这些人。没想到不依赖全局供电的旧型号居然会在这个时候派上用场。救回了这些人。姬子小姐，现在不是感叹的时候，又有崩坏兽出现了。应该就在下面了，升降装置和备用电源。果然没有这么简单吗？来了个大家伙，牙医要小心了。这就是备用电源吗？还不是因为装备班那个日常吃了呛药的双马尾总是……或许他是对的，这次我们确实受了这些旧型号很多帮助。你会用这个东西吗？在学校的历史课本上多少了解过一点。哇，升降装置有反应了，走吧，接下来我们要去的就是逆商真正的总部了。好了，备用电源已经启动，使用升降门前往地下吧。我看看，从27号入口进入，在南3号门左转。这里的构造还真是复杂。那个，我们是迷路了吗？我还没熟悉这里呢。别担心，反正随便走走总会走到的。唉，
好，你倒是告诉我怎么随便走走才能迟到12分钟还见不到人影。可可利亚，嗯，太慢了，所以我才出来接你们，姬子少校。不好意思了。嗯，她就是那个女孩吗？没错，我是技术班一组的负责人可可利亚，请多指教。哦，你好，雷电牙医小姐，有些东西我们想给你看看。巨大人形决战兵器，人造机兵天赋，我们人类最后的王牌。这也是父亲的工作吗？没错。好久不见了，牙医。父亲。好久不见了，牙医。父亲。那么准备出击。出击？但是 Bronya 的伤势根本没法。你该不会是想让牙医代替 Bronya 来和那个怪物战斗吧？没有其他办法了。牙医，你来驾驶天赋。哎，我来驾驶？没错，你来驾驶天赋。我来打败那个怪物？没错，那个随随便便就能把战斗机毁掉的怪物。对，就用这个机器人？对。所以父亲，你叫我来？是的，我不想再重复说明了。这种事我才不要呢！为什么之前什么都不和我说？明明一直让我自生自灭，一直对我不管不问。父亲，你不是不要我了吗？就是因为现在需要才叫。所以因为其他人做不到。我也一样做不到啊。这是我第一次见到的东西，怎么可能会驾驶？坐上去，自然会有人给你说明。怎么可能？哪有那么简单？我怎么可能会驾驶这种东西啊？那个家伙发现这里了吗？第一层第八装甲板损坏。牙医小姐，已经没有时间了。地区多处地方起火，紧急封闭指定区域内的所有。坐上去吧，牙医。我不要，我特地跑来这里不是为了做这种事的。那你是为了什么才来这里的？我这样下去是不行的，不要逃避你父亲，更不要逃避你自己。我知道，我知道的，但是我做不到，我怎么可能做得到啊？是吗？这里不需要你了，事关人类存亡的战斗。爱因斯坦在。把 Bronya 叫起来。他还能够继续吗？他又不是死了。把天赋的核心系统切换成 Bronya 适配的模式后重新启动。收到，中断当前作业，开始重新启动。重置启动指令。果然还是没有任何人需要我。目标突破绝对防御线，正在向基地正上方移动。Bronya， 新的驾驶员不能用了，你去驾驶天赋。是。初次连接一切正常，开通通讯线路。1-1405线路全部开启。那个，现在需要我？不用，你只要坐在那里就可。初期结合没有异常现象，
同步误差值在0.3%以内。居然第一次就能有这样的数值，低神视性全部正常，没有失控现象。可以了，龙马，你真的要这么做吗？若这种来路不明的东西都无法达到消灭崩坏，我就没有未来。作战开始，天赋发射。作战开始，天赋发射。没问题吧，雅音？啊，是。最终安全装置解除，天赋出击。雅一，现在想象你自己在走路，走动起来了。做得好，试着再走一步。一动起来好困难。不用担心，你很快就会适应。接下来尝试在心中默念攻击，天赋会回应你的想法。攻击，完全沉默。继子，看来只能到此为止了。终止作战，优先保护驾驶员，强行弹出驾驶舱。不行，完全无法控制。等等，那是什么？啊，天赋在启动。天赋在启动，怎么会？应该完全动不了了。难道是瓦尔特生前留下的隐藏技能吗？天赋，以新形态高速冲向目标。这个机动力连瘦身动作也能轻松完成吗？冲力指数超越阈值，达到常规指数的200%，还在上升中。喂，居然能将机体的性能发挥到这种程度。目标与天赋正面交互中。驾驶员状况如何？
讯息依然没有反应，全系统分位置信号锁定。只要有这个立场存在，天父与驾驶员确认存活，那就是天父真正的样子。亚一，你来驾驶天父。已经没有时间了，坐上去吧。亚一，但是信号被拒绝，驾驶员生死不明，完全沉默。陌生的天花板，地上了吗？牙医，我已抵达现场，姬子小姐。49号安全门是距离求救讯号发信点最近的出入口，向前搜索，
技术班应该就在附近。有崩坏兽的反应，发现技术班，数量不多，小心一点。黑电牙医，现在开始执行救援任务。这个装置是牙医，尽量将怪物引到装置的生效范围内打倒。引到装置的生效范围内，有什么目的吗？那技术班需要回收的零件，现在就在这些崩坏兽的肚子里。肚子里，这真的还能再利用吗？来呀！提安呢？另一位被选中的天赋驾驶员吗？没错，不过这个问题儿童之前惹出的麻烦太多，目前已经被禁止登上天赋。啊，问题儿童，这个比起由我来描述，或许你见到他本人会理解得更快。来。骑兵应该都是被提安娜放倒的吧？只是一人就干，居然在拿装备的时候，加特林的新型号做对手，那丫头还是疯得这么厉害。凭她身上的装备是打不倒那个新型的，牙医，拜托你了。倒下了，小心，
之前被打倒的多台机兵体内有什么？纠缠不清，就让我们借用一下这个大家伙好了。吸引过来的吗？喂喂喂，这下可糟糕了！缇亚娜、牙医，你们等等，为什么这个地方会有其他人类的反应？一把叉子就打倒了崩坏兽，不赖嘛！这家伙到底什么来头？远端没有崩坏能反应，不是感染者，也没有装备崩坏能驱动的武器。打倒崩坏兽凭借的只是单纯的身体能力吗？现在不是感叹这些的时候，更巨大的崩坏能反应出现了。我们也一起上吧。哼，雑魚のくせに生意気ね。